做證券有錢賺就得啦。我以為係啲 system 落後啫，原來啲人守舊先係最大嘅問題啊！我哋自己做券商，牛牛就叫富途牛牛，我哋係做緊香港第一個投資社交平台。2012年，幾個人一份信念，就係為咗令投資變得人性化。富途繼續同各位投資者一齊昂首迎接下一個10年。